台北市松山区旧称溪口，拥有全台第一座机场、全台第一家麦当劳，以及全台首座美式住宅示范区民生社区。民生社区街道井然有序，25座公园错落其中，区内的富锦街更有台北小欧洲之称。虽然房价高、屋龄老又没捷运，但闹中取静的尊荣感依旧让天龙人趋之若鹜。哈哈台街坊这次来到松山区，这里又会有哪些人呢？首先是这位民生社区的资深居民，他向我们介绍社区的两大亮点。因为这个地方的这个有两个部分啊，硬体的部分，你看到街道到处都是绿色的植物，还有公园啊，绿地很多。然后第二个是这边的居民的水平很高，我的邻居就有飞行员退休的。总体而言，这里比较少住那种中低阶的劳工阶级啊。除了两大亮点，还有三大特色。这个社区里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，那个设计公司特别多，咖啡厅特别多，装潢就特别棒。真是个特别的地方。所以你对松山区这边的印象应该算蛮好的。就单纯民生社区来讲，印象不错。松山区的其他地方？这里应该是比较属于北松山啦，南松山那里就是另外一个景象。松山区也占南北啊。松山区这边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？都是有钱人吧。那你们家算是吗？我在我们班应该最穷的吧，大家都是穿 Supreme 啊、Gucci 那些来学校。于是我们向他的同事求证，他说他是他们班裕达里面最穷的。哦，他真的蛮穷，因为他客家人。哦，我今天早上那个叫熊猫外送，然后要运费，然后运费他帮我出的。你怎么不钱？至少他不付钱。那我出哎。那我可以问一下你的手指怎么了吗？手指哦，前几天上班切到手。这算是职灾吗？我有保劳健保，所以。那有赔钱吗？有，可以去理赔，但是太麻烦，所以我懒得去了。怎么会太麻烦？因为他时间要省下来，他是客家人。因为我是客家人，所以时间要省下来。对。没有想被剪进去吗？想真假？我付你钱可以吗？别再消费客家人，他们会消费。圆环旁的公园有两位大姐，其中这位正向我们抱怨市容，就烂巴巴的啊，你不觉得吗？公园到处随时随地都是在维修啊，路上都烂的啊，你们都可以看得到啊。这是我对民生社区的一个很不满的地方。现在都在搞选举啊，对不对？那你们跟我们说什么？房价又很贵啊，对不对？所有东西都很贵啊。那你说啊，等一下，不好意思，我要中断，因为我是来看房子的。哦，你是来看房子的。是。松山居民的中移方式，我是来看房子的。接着，这位是民视记者，遇到对方，孙女忍不住抱怨。我跟你说，我有一次在我公司对面啊，也是被民视的记者采。那一天我同事他就在看受访者讲什么话，我就转过头一看，我说那不是孙女吗？那为什么他没有帮我剪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那可能是你的回答也比较无聊。街坊之母也有被嫌无聊的一天，而面对小时不读书长大当记者的言论，他想要平反。就是我们不是故意要问受访者说你有没有近视这种很明显的问题，就是很多人面对麦克风的时候是不会讲话，大家要侃侃而谈是非常困难的事情，所以我们要引导他讲话，才会变得你手是不是受伤，你现在还好吗，你难过吗什么？因为我们不问你也不会讲话的话，那这个事情就没有办法继续，所以我们那一段就被剪出来。对，我们真的不是故意，我们有没有笨，我们没有那么笨要去问这种问题。但有时候还是蛮的。在饶河街夜市前，可以，我有看，终于找到我了。住文山区，文山区。遇到住文山区的护理师，有遇过什么样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病人？我有遇过病人从嘴巴吐屎，都是屎哦，因为就上面塞住啊，他就常阻塞啊。家属说怕他拔管啊，怕他不舒服就让他吐，你就看病人这样一直吐屎，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你嘴巴里面有屎的感觉是什么？我不想知道。蒙玉的民生公园有位欧基桑跟我们分享神秘能量。以前住交病房三个礼拜，医生跟我太太讲说你老公不是死就植物了。那现在就生龙活虎哎。现在就是因为发现能量之后，我放在身上，哇，身体越来越好。究竟是什么让欧基桑败部复活？你看哦，
带这个哈、这个能量图，因为我看了一本书金字塔的书之后就开始研究。那这里面是什么东西？我告诉你，就是一个黑洞，像银河系中间也有个 黑洞嘛，把几千亿颗的星球 吸住嘛、我想说，既然他们有能量，我就把黑洞剪下来，于是就把它放在我的丹田。我那个时候从教育出来的时候，每天到七八次，把它放上去半年之后到都好了。好，干脆我的记忆力那个时候很差嘛，就把它放在我的头上，一个礼拜再长出七八根的黑头发，头顶本来稀稀疏疏快要秃头了，现在长进新的头发出来。真的、你的黑洞图都在网络上找吗？没有。那你去哪里找？黑洞图我到书店去找的。所以是从书上把它剪下来？我去书上把它剪下来，然后把它 copy 那网络上找的图会有用吗？还是一定要书的？不是的，网络上找的图那个没有什么用，你就是网络上的图，你把它拍下来，那个哈。那个没有办法那么凝聚的。印刷厂跟印表机就是不一样。以一元硬币作为检测仪的它，将证明能量的存在。哦，你看啊，我把它放上去，你看啊，然后再等一下，它会摇到水平哦。摇到水平之后还会加快速度哦，你看啊，你看。就是因为能量太强了，放在我们身上，各方面都一直在进步。那我摇的话它也会转吗？废话不多说，见证能量的时刻到了。左手右手的差别？你男主你右了，你用右手。右手。要量多久啊？一下子就会摇了，来换人换人，你这个你不是你的身体，有的时候拿一些塑胶的东西也会有影响。来，既然如此，换公主妹妹试试看。这样子了，你们如果不相信我可以带你们去看。你说去你家吗？我凑给你们看，你们就知道了。于是我们来到黑洞大师的家，前往黑洞研究室一探究竟。喜爱超自然力量的大师绘制过数十款黑洞图，不过最让人在意的是这个是我的照片。照片也有用啊。看起来法力很高强，大师究竟要如何证明能量？我这个已经改了大概几十次了，这个是最强的。好的，我再证明给你们看哦，你看啊，换上镜啊。那我另外穿这边，这个就会跟它一模一样，你看哈。然后我把它盖起来哈，这个能量马上慢慢减弱。不太确定到底证明了些什么。不过其实不需要铜板，大师的双手本身就可以感应能量。我只要把两只手对正目标。我的手就开始抖动起来。能量越强了，它抖得越厉害。我现在先凑个地方来，凑它好的来。你看啊、好，它能量75分。75分。但是不标准，因为它手上拿了那些东西。你看啊、那我现在把它挪到我这个卡上面哈，它会强到有声音出来，你看啊，哎，好朋友，哎呀，你看，你看这么强，能量太强会啪啪啪啪啪。结论：松山区一个客家人、有钱人跟黑洞大师都能并存的地方。下集预告。还不知道，哈哈，太 original。同样手机，我跟你拿我的，拿你的，就不会有问题，而且还会更强。你看到、你看，比你刚刚拿起来时还要再强，你看，为什么？很简单，告诉你们一个小秘诀，手机正后面。贴起来，贴哦，1块钱就把它解决了。